啊，咱即摆来讲到这第二段，因为我无讲，大家无啥了解。啊，恁信的人去信，啊，无信免信嘛吼。啊，讲无信来做传播。啊，这个天德教迄个教主吼，叫做萧强明老师啦吼。所以这样讲是老师的老师啦。啊，因为又收一阵这个吼，要乱中国的这个魔王啊，我做功夫真好啊。但是呢，这魔王他叫收了后吼，这个叫做萧老师，他感觉讲啊，心肝软心啦，所以伊想讲吼，中国吼，反正吼开始在兴劫啊，大乱啊吼，啊无你这魔王吼，你若卖作乱，我就甲恁放恁走啊嘞。啊，所以就去烧，把这魔王的这个劫册哈，劫册哈，绳结的结哈，啊，一本两本那个册，我烧掉嘞。结果烧掉了，这魔王怎啊开始吼，在中国内底吼，发生一个足大的这个灾难出来，就是文化大革命啊。你国共内战的时阵吼，啊，迄老师啊，师尊啊，李玉佳老师吼，赶紧拼来台湾。哦，讲要保台，保台，哎，赶紧保台，台湾未歹，阁无去啊！但是呢，遐魔王他留伫中国在大乱。啊，最近吼、哦，开始呢，遮魔王吼、哦，发现讲吼、哦，因违背着天的使命啊！你唔好讲魔就是歹哦，魔是伫靠修行的人哦，啊靠魔，啊妖怪嘛惊魔，哎，所以这个妖就是像马英九。啊，就讲迄款叫做一寡中国党，拢用骗的迄啦，口是心非啦，啊化妆哦，水水啊骗的迄吼，迄拢算妖啦吼。哦，啊，唔通讲有一寡查甫那查某叫人妖吼、哦。啊，这款妖惊魔，因为魔是有杀法的能力，有台的能力、哦，所以魔来控制妖啦。啊，这个魔王吼、哦，最近这个叫做萧强明师尊吼，哦，甲伊拖来。咱这个二八圣山，讲爱皈依咱这的二八台湾神啦，吼、哦，啊皈依台湾神要创啥？